有人说，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都是在睡觉中度过的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是否想过睡觉姿势对你的肾脏、心脏，甚至是男性性功能有影响？不要惊讶，不同睡姿会对身体功能造成不同的影响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对男性而言，究竟该采取怎样的睡姿呢？俯卧压迫心脏，睾丸俯卧是最不好的睡姿，大家应该都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当你身体趴着睡觉时，几乎所有的内脏都受到压迫，尤其是心肺、九支，导致呼吸不畅，还会压迫睾丸和男性生殖器等等。俯卧对男性性功能危害相当大，容易造成频繁遗精。阴囊受到压迫时，会使阴囊温度升高，对睾丸的生精功能产生不良影响，降低男性生育能力，还会使男性出现头晕、乏力等症状，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左侧卧影响男性性功能，心脏位于人体左边，因此左侧卧也会压迫到心脏，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不佳，但没有俯卧那样严重。左侧卧对男性最不好的在于，当心脏受到压迫时，男性全身的血液循环会变慢，包括生殖器官的血液循环。当生殖器官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时，有可能引发男性勃起功能障碍。右侧卧可能造成睾扭转，右侧卧不会压迫到心脏，那是不是就可以采用右侧卧呢？医学专家发现，无论是左侧卧还是右侧卧，都有可能导致意外发生，睾扭转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原来男性在采用侧卧睡姿睡觉时，睾丸和生殖器被挤压在两腿之间，所承受的压力比站立时要明显的多，加之一些男性可能睡眠质量不好，尤其是青少年睡觉时动来动去，容易把精索也扭成了一团，造成睾扭转，睾丸就会坏死。仰卧最适合男性，因此仰卧才是最适合男性的睡姿。当然仰卧也是有讲究的，应该要自然分开双腿，给阴囊、阴茎充分的活动空间，能有效散热，促进生殖器官的血液循环，防止睾丸扭转。看完这些睡姿后，相信大家看男人的睡姿就知道他的性功能如何了。如果想让自己或另一半更强一点，那就一定要提醒，尽量不要俯卧和侧卧睡了。